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生存，今天继续我们的生存之旅。我上一次呢是把这个楼梯的扶手都装好了，现在呢要给二楼呢建房子，然后给这里再砌一条砖呀，再砌上一块砖，把这一个地方给它弥补起来啊，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个扶手呢没有办法延伸过来，这样的话很危险。好，现在打算把二层的小房子给它框架先搭出来，还是继续使用我们这个岩石粗制砖啊，这个砖头呢还是比较好找。现在经过我的一番加工呢，这个底座呢是已经做出来了啊，看起来很不错啊。我们先给它开个开个门，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，我经常会从粉丝列表私信区和评论区抽我们的小伙伴送永久皮肤的，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，皮肤送到你仓库。我刚才施工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了，这个给我摔惨了呀，为了弥补自己，大口的吃上三口这个大南瓜继续工作。现在要做的是把房子的框架给它搭起来，二楼的框架和我们一楼一样，我做的这个房子呢还算是比较简单的。好的，现在框架呢已经搭完了，天色已经变暗了，我们要趁在黑夜来临之前把这个屋顶给它补起来，把我们的顶先给它封上。好，天黑作业，我一定要加快速度。慢慢的，这个顶呢也看着也就要封起来了。好的，最后一块砖敲上。